昨天我去长途汽车站问过了，人家说看见你上车了。我是上了车，可是后来又不想去了。那你后来去哪儿了？回来我自己上街去玩了，在警察局那么长时间太闷了。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去同学家了吗？我先去的同学家，然后上的街。哎，小伟啊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说不定小安阿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你提供线索呢。马老板，我有什么线索要问呢？我只不过是想问清楚，我就是担心窦唯的安全。既然他现在没事了，我也就没有什么要问的了。我先走了，走了，小伟。小安警官，我有一个重要的线索，这孩子昨天晚上反常，一晚上没动静，我估计啊，他是早恋了，和男同学出去了。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？你以后得多管着他啊。是您啊，您订的面。给您的饭。让马老板坐。不，我请杨队吃面。那不行。我请，一点小意思啊。坐。最近挺好也挺好的。我问你什么了？那您问什么呀？杨队。别叫我杨队了，我被人撸了，现在队长是刘帅。韩超，是吧？这原来是真的，我听他们说了。你消息挺灵通啊。没有，我就是听来吃面的那些警察闲聊的时候说的。这住院怎么了？这是？累的，累，脑子累，休息。哦，您得多注意啊。杨队，我这面馆里还忙着呢，要不我先回去了。马老板，我现在虽然不是队长了，以后刘帅啊、安超啊，他们有事找你，别烦啊。不烦。去。杨队，你搞什么名堂啊？把他叫来，您就吃了一碗面，什么都没说。吃急了。啊？吃急了。都是老朋友了，我现在不当队长了，你不得告诉人一声吗？
不远，往前面就到了。哎呦，马老板，你还没下班啊？啊，三哥，吃点什么？那就来两碗面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哎，你是老马吧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您是？哎呦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老周啊。别站着，坐呀。啊，我不记得了。你不记得了？也就是去年嘛。你不是在沙河倒卖服装吗？我在那儿干了很多年了。你经常在我的摊位附近进服装吗？哦，我还是没什么印象。马老板，你还去过沙河呀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？三哥不是也没问吗？来，我给你们倒杯水啊。啊。哎，听说。就在这儿定居下来，嘿，这次我把老婆都带过来了。沙河不是挺好的吗？马老板，以后啊，老周呢就在咱们这儿常住了，不走了。以后要常到你这儿来吃饭，这个就算是饭钱，好好招待他啊。那个房子都看好了吗？还没有。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着急啊。你认识三哥这样的朋友，真好。嘿，三哥仗义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马老板还有事儿，啊？看不出来吗？咱们先走了。哎，三哥，面快好了，不吃了。马老板，你下单了吗？啊？走吧，慢走啊。好好，再见啊。马老板，我还忘了一件事。哎，老马，哎呀，饿死我了。
浪漫啊。我今天找三哥来，想跟三哥说几句悄悄话。早啊。哎，小安子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刘队找你一天正发火呢。刘队？嗯，他找我干嘛呀？不知道，有任务吧。我昨天去看杨队了。你可别跟刘队提杨队了，正窝火呢。窝火就窝火。我你告诉我，是谁教给你的？大眼哥，你怎么这么严肃啊？你跟我心里都明白，你我根本不是什么情人关系。你说是谁教给你的？教给我什么？教我呀，大眼哥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啊？你告诉陈永刚，瞒着我会闹出事来的，迟早让你们出事。等着瞧吧。大眼。
眼哥，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人。蓬莱，你没那么聪明。你要是真有那么聪明，当初就不会嫁给陈永刚了。是不是老三？不是老三。那是谁？陈永刚。也不是陈永刚。那是谁？反正既不是老三，也不是陈永刚，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。那行，你不告诉我也行，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教你这招的人是对你最危险的人。喂，喂，告诉我下次约会的地点。我报警。别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快点，来不及了。那个隔壁有个仓库，那里有人绑架。啊，对方有四个人，还有武器，绑了两个人。快点，来不及了。好，有情况，快出警了。快点。贾老师，快，快去！怎么样？没我事。警长，去，站起来，走，先救贾老师。先救窦大哥，快去，他有病。先救窦大哥，快去呀！解放。谢谢。来。刘队，安警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正想问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刚才接到一个市民的举报，有个叫马明新的。哎，马明新，来。
啊，马老板，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。不不不，应该的，您别客气了。应该感谢黄所长的当机立断啊。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黄所长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哎。坐，哎，坐，哎，哎，嗯，哦，杨队，杨队，啊，刘队，哎，哎，这不是咱们的英雄吗？你呀，不演都像英雄。杨队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刘队和安超都知道，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认真。发了奖金，请我们吃饭啊。我走了啊！坐，坐。你参与了窦世勋和贾凤山的绑架案。对，还有马明心的绑架案。还挺配合。我必须配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有多大胆啊？你问我什么，我答什么。但是你得先听我说一句话。你说。坐了。我们三哥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，叫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我窝过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绑架案我本来是不想参与的，可是我没办法呀。我要在这个团伙里混下去，我必须得干。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团伙关系很复杂，少有一点闪失那就完了。就像绑架窦世勋和贾凤山，啊，这创意那绝对不是我。我明白，你不是主谋，是帮凶。对对对对对，充其量是个帮凶，而且在帮凶的过程当中，我对他们非常好。你可以去问马老板。谁给他送的饭，谁送他回的家，啊？我问你，陈永刚跑哪儿去了？这事儿你不能问我呀，你问他，你和他睡一张床的那个女人，挺大眼睛的那个。庄兰，你知道陈永刚跑到哪儿去了吗？我哪能知道他去哪儿了？那你跟我说说绑架的事，你跟他们在一起都干了什么？我一弱女子，我能干什么呀？正面回答问题。我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你跟大眼是什么关系？我跟大眼什么关系？我想。
你绑架的。陈永刚到哪儿去了？不说话是吧？刘队，有人找你。姐夫失踪以后，刚怎么认识的？陈永刚输了钱，找我去借钱。那陈永刚让你绑架马明鑫，你为什么又把他放了？马明鑫劝我走正道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我和陈永刚这么干，对我没什么好处。而且他还说，警察从来不冤枉好人，我可以戴罪立功。杨队，我还是觉得这老三有问题。他俩是商量好的。你是说老三和马明鑫？但是他们俩的证词是一样的呀。咱们可以事先说一遍。啊，对啊。陈永刚是被冤枉的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卧底。你是说陈永刚，他是被冤枉的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大叔根本问不出任何情况。放了也好，咱们也没有证据。爸。
马老板，够意思。以后你的事，我一个字都不提。谢谢啊。现在还有一个人很麻烦。谁？杨凌东。这个人老谋深算，老是盯着咱们不放。咱们是不是想办法？没事，这个好办。你有办法？你知道杨凌东有个儿子吗？你认识吗？不但认识，而且关系非同一般。